住院，你就踏实的养伤啊！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，总算是醒了，把药吃了。来，哎，哎呀，这些天呀，多亏了灵儿。 要不是他呀，都鬼门关你都去了一回了。白灵，啊，他在哪儿呢？哎，走了。 我就说嘛，不能分粮，那还有不透风的墙呢？你这不分家，看这族人饿死吗？那咋办？现在咋办嘛？人都来了，咋办嘛？开门。 你们村人穷疯了，你是大户，你是装啥穷的？你还有脸说呢你？我们家存粮，都让你儿子带着鸡米枪干净了，是不是？干啥子呢？这秦皇娘呢？谁家还有存粮呢？早求分完了。你们村长，你们村长，你村长饿死人了！回去问你村长呢，这事儿胡椒说啥呢？ 姐夫，只能掺和到一块儿吃了。哎呀，这就好着呢，别的地方还吃不着呢。小吴给送去粮食吃了没？多亏了那袋粮啊，我的书院那几个老先生算是没挨着饿。赵鹏恢复的也不错。 年将啥时候到头呢？嘉轩，这粮你是哪弄来的？说起来啊，您都不能信，他跑去跟土匪借的，咱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。哎呦，我说嘉轩呐，你这不声不响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儿。 你咋就断定土匪能借给你粮了？你这是捡回一条命啊！这也是被逼得没法了，这总不能眼瞅着族里人都饿死呢。嗯，
你这个组长当得好，好，好啥呢？这也就只能自保了。只能顾着组里的人，旁人死活可管不着呢。我受命赈灾，奔走八方，见过多少离乡逃难的人呢？ 江峰，我知道你是为啥来的呢，可我真不能借给你呢。一代粮都不借，白嘉轩。江峰，我是组长，得管着一族的人呢。明白。 灾呀，这发国难财呢！这个新委派的赈灾大员还不如上一个。我们在政府里的人传出消息，说他一上任，就把很多旧灾款调拨给了他的亲信。一边是路有冻死骨，一边是朱门酒肉臭，千百年了一点没变。省政府三令五申，赈灾救荒时期。 官员不许大吃大喝，可这些人呢？现在城里的饭庄都是冷清的，这些人的嘴都没闲着，他们转移到私人公馆吃去了。老安，我有个想法，咱给他来一个关门打狗、瓮中捉鳖咋样？ 非常时期，这些人划得跟泥鳅一样，你能捂住他们，就算捂住了，能怎么样？这些贪官转头就不承认了。那得分谁去。是啊，要赵鹏在就好了，他最懂得怎么对付这些人。 这事儿怎么能这么干呀？啊！又把我给砸了。
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就是最有。你们就不会成语了。同志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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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先生。现在的学生这么晚还在游行啊？赶他们走！ 这学生闲的没事儿干，都跑来凑什么热闹？来来来，继续，一些傻学生，哎啊，跟我们没关系，准治先生。 校草裙摸破口号，快去！换朝服了，换朝服了，换朝服了，大家换朝服了！你们哪里进来的？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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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贪官廉财的硕鼠，以后谁敢大吃大喝？我就知道这张报纸能让你的伤好的快一些，所以一看见呢，我就拿回来了。这幕后有高人呐，抓得好，抓得妙。我看这些官员以后谁敢大吃大喝？ 你看看这点儿，关键不是吃喝，政府迫于压力，正在查赈灾款的去向，这才是幕后之人要查的东西。先生，我想今天就走，你能走得了啊？好着嘞，就是先生，那报上。 说我的吗？哼，都是些宵小之徒，胡编乱造嘞。他们要毁你啊！只要先生明了，赵鹏死而无憾了。这些天，我见了太多的生死，天地无情，人如蝼蚁啊！ 赵鹏啊，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谁能让贫苦的百姓吃饱肚子，谁得天下。我建议你啊，改个名字，离开西北，否则救你的人都不得活。是。 不瞒您说，省委给了我新任务，找我们的军队去。田福贤，托冷先生问你一句话：如若日后你们得势了，还能容下他吗？让他好好活着。 如果我真能活到他说的那一天。
一定让他看看，我们比他们更磊落。冷先生本人要问的一句，春系家事：给女人个娃娃，给个娃，他女子就能在你屋活下去，他自己在白鹿原也能撑起一张人脸来。 不知道天父见毕了我呢？你怎么又变得如此的心窄量小了呢？我能豁出命，但我背不起救命的债。至于我媳妇儿，我已经想好一条路给她了。就是先生，我就要走了。你有什么话给我吗？ 我就期盼落一场透雨来。这每天一两口粮，先保证不饿死人，也还能再撑段时间来。嘉轩，出来一下。 妈跟我商量，说让你给孝文送点粮去。不许给，一粒粮都不许给他。他是你亲生的，你既然不想活他，你为啥要生他呢？妈，你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哎，组长，金明正冲刺当抢粮食呢。 咋弄了？啊！收不住了，都抢光了，我收不住了。嘉轩，我就说不能分，不能分，还发誓说不说出去。你见过纸能包住火呢？啊！没把祠堂给你点了就算不错了，完了吗？全完了吗？这。 嘉轩，赵忠要抱着娃跳井，被拦下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 这就是饿的呀，他不想活了。我想带着娃去找他妈去了。你胡说啥嘞？你媳妇儿为啥死了？不就是想给你和娃省下一份口粮吗？你想让她白死呢？到阴曹地府，他也跟你没完，你信不信？熬不住了，真是熬不住了。怎么？回去装一袋粮食来。 去哪？那咱跟县长说，那粮食救命用的。嘉轩，你出去看看吧。咋了？你还是自己看看吧。 组长，我们要走了。
给你打个招呼。走，来，往哪儿走？往北走，去讨饭。我可是谁赶走嘞？就是饿死，也得死在一块儿嘞。谁都不许出这个村儿来，听见没有？都给我回去！粮食我再想办法，容我两天。我的镯子嘞！你跑这儿来收啊，哪来的烟土？白小文，白小文，你再跑，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！别呢，别呢，别呢！哎，别伤了肚里的娃！你还知道有娃？我发誓，我再不出来，我再不出来！你都发多少回誓了？我吃糠咽菜都愿意跟着你，就是看中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，你咋也只顾自己嘞？这大爷也是你教我抽的呢，他不好戒了吧？镯子嘞，是不是拿去当了？你说话，你说话，是不是当了？我总算有钱了，我一定给你赎回来。再不抽烟，发誓再不抽烟吗？再不出来吗？干啥？哎，干啥呢？给我！哎，哎，
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走。我带你进城，好吧？不带我打他们，就咱俩悄悄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会儿，听我把话说明白。你就静静的听好吗？我呢，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。我用我爷爷给我留的钱，在城里租了个房子，够住几年的。你去了以后呢，不用受什么苦，好好过日子，也没人再说你闲话，也没人知道你的过去。就你一个人住。秋月，你听我说，我是个死人，懂吗？为了你，为了我达和你达他们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是共产党，我得闹革命，给穷人打天下，咋带着你啊？不是，你进城以后可以学文化呀，是吧？你再过几年，你可以像那些妇女一样找活干，咋是弃妇呢？那这样，那先收拾东西，城里住下再说。秋月，我真求求你了。你知道这是我能为你做的一切了。我本来应该销声匿迹的离开原上，我已经犯错误了。你知道我带你走，冒多大风险吗？你说你进城以后，你可以真的改变生活。那过几年，你说你找一个好人家，再把你达他们接到城里过好日子，好不好？你咋不明白呢？为啥不走？给我个理由。我把你的名誉，你后边的事儿全都给你解决了，你还顾虑啥？也别收拾东西了。走，你到底要干啥？等你想通了，我再来接你。
说这娃今天咋还不过来吃饭呢？你叫了没有？叫了吗？没应我，这好像门还从里头插着了。再去叫，走。秋月，秋月，秋月，来，你去看看。秋月。大头，快哥！嗨！回吧。我妈说，让秋水今晚在这住下陪陪你，让我自己待会儿，都回吧。咋说的你？我老陆家对不住你吗，哥？他最近病不好，嫁谁家都一样。
上辈子他没积下福，他怪谁吗？折腾一天了，回吧。姐，干啥不进来坐吗？我女儿，我必须站在陆家待着，我必须站在陆家守一辈子。对不起。爹，我怎么当的呀？怎么当的爹呀？我怎么当的呀？老天爷不给咱粮食，咱就得进山去换。那儿没有闹饥荒，可这山路难走，路上有灾民，更有土匪呢。一路艰辛，你们是村里的后生，传宗接代要靠你们呢，不敢有闪失，护好粮食，更得护住自己这条命。这村里，你们爸妈、娃们、屋里的，都等着你们回来呢，等着你们活命。
白鹭莽绝。生生灭灭几十一生，黄土承载旧时光。生生灭灭一世一生，黄土承载旧时光。Thank you.